看不起你，虽然我输，嘿嘿，才有作者，那你输定了。先找找入口在哪。嗯，作者退门，嘿嘿，这绝对是你了。我承认我很美，但是我不会让你通过的。作者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，跟我有的一拼呀。你 TM 的有病，我也觉得。进去看看。我去，竟然也是个坑。还好我可以阿掉跳出去，臭作者，你还是太嫩了。入口不会在这里吧？啊不，这个臭作者，入口到底会在哪里啊？我不会连第一关都过不去吧？嗯，这里又有一个入口，但是我有点害怕，作者故技重施的。哎呀，不管了，不就是屎吗？套路一样就不好玩了，所以你懂的。我呢，这个臭作者还真是坑人。哎，这边有个箱子，哇塞，里面有筛子和钩爪，嘿嘿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坑了。只剩下最后这块地板了，我敢打赌，路口肯定在这里面。哼，看吧，小伙伴们，这就是王者的意识。聪明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我奶茶可是人尽皆知的大聪明。咪咪咪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服了，哼，这次我可不会再掉下去的。欢迎来到第二关。嗯，这方块的颜色怎么不一样？肯定有古怪。看吧，我就说。可是这是过去的必经之路呀，小伙伴们，我该怎么过去呢？